你叫什么名字？可以麻烦你暂时来，就是你，尔东城。对。哎呦，你看，断笔了是吧？对，糟糕，事情太大，而且他们说我们穿，他说我们两个是情侣装哎。他蔡琴老师的衣服好搭。哇。哎，你几年生的？2000的。2000？对。Oh my god。欸、他2000年生的、欸，千禧宝宝，2000年啊，对，跟娜姐差不多哎、欸，真的跟我差不多，哦，好年轻哦，看起来，我就喜欢找这种同龄人一起合作。刚才那个背呢，就是披着的那个背呢，那个，裴达老师，大家好。结合了你的人说，他说美就是最后。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位，哇，我真的我瞌睡秒醒。陈立农老师，老师们好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啊，好萌啊，刚刚。很荣幸担任比星团的这个年轻的一个标准，对年轻人的标准，然后来学习这些。你是说其他人都不年轻吗？这句话得罪了很多人，请陈立农退场。对不起，佳妮姐，因为我还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考量是在唱歌上面，姐姐。你的梦想是哦，优秀的艺人 ，OK。因为以前家里面，龙东同学，我就说你一定喜欢这种特别小害羞的这种歌嘛，对不对？啊！你驼背了，小子。我真的太困了。怎么可以困呢？这是干嘛？全身的穴道都坐在耳朵上。哦、真的假的？真的嘛？你不相信你就等一下这样你就醒了嘛。好，谢谢。去拉一拉。大姨又给你上课了吧？对，因为大姨，我好烦人啊！一下把你变成了大姨。你没有，你不要以为你讲这些可爱的话，你就不可恶。不是，我知道，我先说自己很可恶。你不能讲的就很可恶，以后就可以叫我大姨。我跟你永远，你是我姐。她也是。我是你姐。不是。请你把眼镜拿下一下。我最受不了看到男生明明化了，然后又不是哎，有没有面子？花了不少心思哦，这有窗帘，有动物园。姐，我走了。妈 ，no， 就连超级浓浓看了都秒变害羞包的表演，赶快收下小美的小心心。为什么是20多岁？女人的年龄你别问。女孩的心思你别猜啊！我懂，我了解姐姐，不好意思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能能，点给你的哦。哎，没有没有，人家没有说你是点给我的吗？你是点给我的吗？也不会一直陪着。